第21题，当水蒸发成水蒸气时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关于这种三态的变化，我们上课看过影片，从影片中我们看到，它在做三态改变的时候，都分子本身并没有改变，并没有变大或者是变小，但它彼此的位置、它的距离，它就会发生变化。它们在变成气态的时候，就会距离变得很大，然后各自的奔逃，所以气体没有固定的体积，没有固定的形状，因此第21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水分子之间的距离变大。